玩得很巧，救回来，漂亮！来自于孙总，新疆林丹退防应该是不能。发球快下，好球，要换回来，强侧给沙拉木了，直接拔一个，超球！不，今天硬着，三分的手感找回来了，因为吴晓打不了四个位置。 掩护就换人，我现在够高大，沙拉木来防孙明辉，得自己干了，拔一个三分，迎着防守，进了，真硬这球，真硬。我说进球就是最好的回应。嗯，这几个赛季唐泰愈的手感没有在园区里面那么冲了。这点飞，可里克换右手，他的禁区这个抛投是非常稳的。对，啊，余德豪，终结能力，好球，下一。 朱俊龙持球打麒麟，突破分球，把球可以投，网开以后迎着防守人上篮板球，转眼好拼回来。嗯，休息过，我们一会儿看一眼数据啊，好像休息过一小会儿。篮下硬来了，麒麟的背身，麒麟对麒麟打转眼后是有身高优势。 朱俊龙，甘拔大了，朱俊龙去锁琼斯，看表，麒麟被冒下来，快出手啊！好球，心里有感表。对，刚才没防乱，真强壮，朱俊龙，今天第一分，还是奥卡福打首发。 无关系啊，三犯啊，上的有点大。第四犯，2+1。当胡金秋投中底角三分的时候，哎，麒麟这球卷进去，有点躲了。2+1，好在打进。这球好难啊，这球，要怎么拽进去的？你联赛第一啊，毕竟信心要建立也是很容易一件事儿，这赢球也完事儿了嘛，对吧？是，西班牙挡拆打成。 咱们看NBA啊，哎，看看的多的时候，就是落后，如果说是落后那一方先放弃，落后那一方先会换替补，然后领先的一方再换替补，对吧？对，一般不是说领先的一方那一方先换替补，也是刚出道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天赋啊，后来也是因为就是总受伤啊。王敬明就打三了。 哇，这对抗，这对抗，往下联防，我的这一下漂亮，这典型的二步的球，掩护不出质量，断底线应该往上快提了。林笑背身，面积够大，左手被封下来，这是一个传球啊，掩护来太慢了。 好家伙，真敢传！这怎么能往上上呢？这余德豪就在那站着，这咋传呢？打进2+1，没有谁会一直赢，对对吧？我赶紧从这个实力当中走出来。王新瑞抓住机会了，但竞争确实是非常激烈的。远端克里克来一个，这样的话，端国耀这边也不打了，这场比赛确实早早的分出了悬念。对于联赛排在 竞争榜上比较高位置的新疆来说，这场比赛的失利确实对于球队会是一个打击。